姚源泉，他是来自重庆的姚源泉。好荣幸，今天雅雅姐带给我力量了啊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很棒。梦婷伟登台与他 PK。羞答答的玫瑰，静悄悄地开，慢慢的同时凋零，同时盛开。本色的话，就是刚一张嘴的时候，音色特别的像。恭喜源泉，请站在第一的位置。单说一个绿色，我觉得声音非常像。天还是天，后雨还是雨。恭喜绿色的源泉，好，你今天是排在第一的位置。姚源泉他赢得最后胜利，我相信呢，他即将会有这个小孟庭苇的封号出现。谁的眼泪在飞？是不是流星？假乱真的歌声让他站到最后，并以53%相似度成为单场冠军。今晚他为争夺天下无双总冠军将放声一搏。闭上的眼泪是流星。